大家好，我是小琪，今天我们煲一锅老火靓汤，茶树菇黄豆包骨头汤。茶树菇有抗衰老、提高免疫力的功效。茶树菇用清水泡发，用剪刀剪去根皮，浸泡15分钟左右，清洗干净之后捞出备用。小墨鱼干用清水泡发，去掉内脏。墨鱼干的壳一起留下来炖是可以养胃的，但不能吃。浸泡15分钟左右，清洗干净后捞出备用。墨鱼干具有养血、益肾、补腰的功效。黄豆用清水浸泡20分钟左右，捞起后备用。骨头提前清洗干净，冷水下锅，加入姜片、料酒、去腥，大火直接沸腾后的小火，再煮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关火，捞起来用清水洗去血水和红肉之后备用。将以上的材料依次倒入砂锅中。清洗干净的骨头、泡发的茶树菇和黄豆，还有小木鱼干，再放入蜜枣2颗，姜3片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直接沸腾后转小火，慢慢煲2个小时左右。之后加入适量的盐调味，鲜甜的汤水搭配酥软的黄豆，还有多种营养物质的茶树菇，煮成一碗醇厚甘甜的养生汤。我是小琪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小琪思路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观看。